Hola a todos, bienvenidos a la clase de español. Soy profesora Gaviota. Hola a todos, soy profesora Gaviota. Hoy quería compartir con todos una frase que dice, los buenos ratos hay que fabricarlos, porque los malos llegan solos. Repito, los buenos ratos hay que fabricarlos, porque los malos llegan solos. Esta es una cosa que es bastante ¿verdad? Los buenos ratos, ¿sí me dices? Sí, de verdad, esta es una cosa muy buena. Los buenos momentos, no, rato, que es momento. Hay que fabricarlos, es需要去创造的, porque los malos llegan solos. Esos no y una de esas muy íntimas de las cosas, es que se de Así que tendríamos que intentar fabricar los buenos ratos。所以呢，我们要努力创造美好的时光，对不对？魏边，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我们所讲的内容。上节课我们讲到了四个时态的搭配，一个是主句用陈述式现在时，从句用虚拟式现在时，对的。第二个是主句用陈述式过去完成时，从句也用。 虚拟式过去未完成时，对不对？第三个是主句用简单过去时，从句用什么呢？对的，虚拟式仍然是过未完，对吧？然后我们学的第四个是主句用陈述式现在完成时，从句用什么呢？对的，从句可以用两个，对吧？一个是虚拟式现在完成时，第一个是虚拟式过未完，对不对？ 母语员，那么今天呢，海鸥老师还有两个升级版的搭配要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 r e a c c i o n o sentimiento presente sobre un hecho pasado Rep。repeato，reacción o sentimiento presente sobre un hecho pasado。这是说对过去事实的现在的反应或者感情。我们来看一下例子，主句。 Me pre guba, le molesta，或者是 no le gusta。我们可以发现，主句当中用的都是陈述，是现在时，对不对？那么后面半句写的是，que Marta dijera o a y a d i h o eso。那么这个从句当中，它用的是虚拟式过去未完成时，或者是虚拟式现在完成时，对不对？这个是怎么解释呢？ 这个其实和我们上节课讲到的最后一个搭配比较相似，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从句吧。murder 马尔达 a 黑拉或阿亚迪丘 s 索，无论是用 de 迪黑 a 还是 are you 阿亚迪丘，就是说无论是用虚拟是过未完还是虚拟是现在完成时，它其实都是表示过去发生的或者是现在已经结束的动作。如果我们换成陈述句的话，那就是 murder 马尔达迪霍埃索或者是 m 马尔达。 阿里就 j o 对不对？也就是说 m a r 曾经讲了那件事情，或者是他刚刚说了那件事情。那么现在，那么我现在的感受是 Estoy p r e o c u p a d 或者是 Me p r 巴对不对？那我是对过去 m a r 讲了这件事情，或者说他刚刚讲的这件事情，那现在的一个感受或者现在的一个反应就是 Estoy p r e o c u p a d 或者是 Me p r 巴 o c u p a s t á claro，因此。 我想表达这样子一种感情的时候，我主句要用现在时，对不对？因为我是描述我现在的一个状态。m e 了 b 巴 a 或者是 estoy b e 然后从句又是讲了过去的动作，或者是刚刚结束的动作。那因为这个 m e b b e g 给后面要加虚拟式，对吧？所以我要把从句当中的过去动作，或者是刚刚结束的动作，这个 d e 或者是 a d e 变成 d e 啦 e r 或者是 aya d 这个大家明白了吗？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对过去事实的现在的反应或者感情。O sobre un hecho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三个例子。嗯、me que, 我很担心呢。No? Los entes, esca 那么这里我们填什么呢？对的，我们既可以填 se e s c a p a r a n 也可以填 se hayan escapado。 C，、sí? 那么这句话因为没有上下文，所以我们不能推断出它到底是发生在过去，还是指一个刚刚结束的动作，对不对？好，我们看第二句，le molesta que su madre de har de hablar con él。他不开心的是他妈妈不跟他讲话了。这里我们可以填什么呢？de hara 或者是 aya de haro。莫一最后一句 no le gusta que sus compañeros no respetar a su padre。 他不喜欢他的同学们不尊重他的父亲，对吧？他不开心的是他的同学们不尊重他的父亲。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填 no r e s p e t a d n 或者是 no a l a n respetado está claro。好的，那么我们讲最后一个部分的搭配。最后一个部分的搭配呢，和第一个搭配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是表达的内容不一样。他这里所表达的内容是 malorar。 o dar uno opinión actual sobre algo pasado，也就是对过去的事情给出个现在的评价，或者是发表一个现在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左右两列的句子，我们把左边一句和右边一句对应起来看。第一句、嗯、es normal que estuviera enfadado，es normal que estuviera enfadado，那么这里一、这个 es normal。 是说，是正常的，对吧？那么这是对事情的一个评价，对不对？那么这个从句中用的是 que estuviera enfadado，说明 estaba enfadado 或者是 estuvo enfadado，对吧？说明他当时是很生气，或者他之前生气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去虚拟它，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把 estaba 或者是 estuvo 变成 estuviera，所以这里就是 es normal que estuviera enfadado。 大家看明白了吗？问一遍，我们接着看第二句。It's logical, l o g i c a 什么意思呢？嗯，对的，有逻辑的，合理的。那 It's logical to be a jealous。j e a l o u 这个词，大家可能见过，它的形容词叫 f e a l o u s Jealous 什么意思呢？对的，它比较常用的意思就是吃醋的、嫉妒的、羡慕的。所以它的名词 f e a l o u 意思就是羡慕嫉妒，那么 d e n e r fellows 就是一个固定短语了，就是吃醋或者羡慕嫉妒。所以这句话 is logical que dobera f e l l o s 说他吃醋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理所应当的。那么这句话当中，这个 dobera 他用了一个虚拟式过去完，说明是他过去羡慕嫉妒是合理的。好的，我们接着看下一句 is una b e n a k u No haya podido venir. Es n a pena e no o d o n Ser una e n a 我们都知道是很遗憾，对吧？所以主句的意思是，真是个遗憾啊，太遗憾了。从句说，no haya o d o n 他没能够来，对吧？那么他这里用的是现在完成时，表示的是动作对现在的影响，对吧？他没能来，是个遗憾。换句话说。 假如我们要用陈述式来表达这个句子，那么就是 No, a body lo venir. E es una pena. 啊，他没能来，那是个遗憾，对吧？我们把这两句话并在一起，就是 Es una pena que no haya body lo venir. Stacalo.、Claro? 好，最后一句 No encuentro l o g i c o que sea haya enfadado tanto. 这里的 No encuentro lógico 这 encontrar 表达的不是找到，而是认为。 相当于 no creo que sea l o g i c o que no creo que sea l o g i c o que，说我不认为是合理的。然后后面还是要带虚拟式，对吧？那么这个动作呢，因为是刚刚结束，所以用现在完成时。我们再把这个完成时变成虚拟式，那么就是变成虚拟式现在完成时，对吧？也就是 s aya a n f a ad l a d o dando。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 当主句是对过去的事情给出个现在的评价，或者是现在的观点时，主句用陈述式现在时，对吧从句用虚拟式过去完，或者是虚拟式现在完成时。Stacolado。好的，算上上节课讲的四种时态搭配，加上这节课讲的两节，我们一共学了六种的时态搭配，对不对？ 大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我要先理解这六种时态是如何去搭配的，是哪个对应哪个搭配。其次，我们上课讲的这些例句是不是都能看得懂？最后呢，就是要做到学以致用，灵活运用。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着讲下一个部分 o r g a n i f e r a t i v e s e g o n i c t o r i e s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呢，就是组织语和连接语。 en muchas ocasiones, cuando el hablante da una información, muestra al mismo tiempo su actitud frente a esa información. también muchas veces la conectamos o la relacionamos con otras informaciones que ya se comparten con el interlocutor. <coughs> y es decir, en muchas 我们会把这个信息和与这个交谈者所分享的其他的信息联系起来，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组织语或者连接语。Estos son algunos de los recursos que se utilizan con frecuencia。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一些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些表达方式。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primero，para citar la fuente。 funde 我们都知道它有泉水喷泉的意思，因此呢，它有个引申义叫做源泉，也就是指的消息的来源。所以巴 t 费达拉 funde 意思是，如果我们想要提到这个消息来源的时候，通俗的讲呢，就是我们说的谁谁谁说，对吧？那么我们说谁谁谁说这个，我们一般用的都表达都是，比如说嗨没说，那么我们一般都是。 Hi, me di f i k 对吧？Hi, me di f i 举个例子，Hi，没说贝贝这个人很自私，或者贝贝是个自私的人。这句话怎么说呢？某一边，Hi, me di f i 或是 Di f i hi m 给贝贝是用个意思的，贝用个意思的。那我们再举个例子，他说他们会组织一个聚会来欢迎新经理。那么我们可以说。 Aya, t i s a y 给，或者是 this aya 给，给什么呢？要组织一个聚会，他们会组织一个聚会，我们可以用 aos organizaran，对吧？那么除了用 aos organizaran，我也可以用一个无人称句，叫做 s y organizara。我们之前有讲到过无人称句的一种结构，就是 s 加上三单。那、no? 那么 s y organizara una fiesta，组织一个聚会，对吧？来欢迎新经理。 a n honor del nuevo director，经理都知道 director 对吧？Nuevo director，新经理对吧？欢迎，欢迎的话，如果是比较正式的场合来表达的话，我们一般会用这个短语叫做 a n honor de。a n honor de 这个短语呢，它除了有欢迎谁的意思以外，还有比如说招待谁谁谁，或者是纪念什么什么，或者是庆祝什么东西。Stacado，、claro? 所以这个 a n honor de 在一些政治场合的话用的非常多。 你大家把它记住。那么这句话我们再说一遍：Disea que se organizará una fiesta en honor del nuevo director。好的，所以在表达他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 dise 谁谁谁加 que，对吧？但是这种表达实际上是口语当中最常用的。O sea es un registro masculo g a l 接下来我们再学一个在口语和书面当中都可以用的一个词，也是表示谁谁谁说。 O sea la fuente de la información 啊，这个消息的来源，我们用的是一个前置词叫做 s 供，g 那么这个 s 供 g 后面，它一般加的是主格，它和其他的这种前置词不太一样。很多前置词后面都是带宾格，但是我们这个 s 供 g 后面带的是主格。那么这个怎么用呢？比如说刚刚这句话，他也没说贝贝是个自私的人，对吧？我们可以说 s 供 g ú n j i m e 嗯、啊、，según i m e 那么这个 s 供 g 加了一个人以后，它一般会要带一个逗号。

好的，最后我们再列一句，说我表姐 Rita 说，Carlos 要和他的妻子离婚。我表姐 Rita 说，Carlos 要和他妻子离婚。那么我们可以说 según mi prima Rita，Carlos 要和他的妻子离婚，se divorciará de su esposa。离婚这个词我们用的就是 divorciarse d e s e divorciarse de alguien。那么 它的名词叫做什么呢？莫伊比恩离婚，no divorcio。所以，如果我们说要申请离婚，怎么讲呢？用哪个动词啊？很好用，pedir、啊。那 pedir el divorcio，pedir el divorcio 啊，要用一个定冠词。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barracie a 巴拉西达拉· n t e 要提到这个消息来源的时候，就是说要讲的是谁谁谁说的，对吧？ quexo mi un segun xa xaigamén que. que yo dice alguien diceguien que te va xe decirse que donc El segundo es para asegurar o para garantizar una información o una intención. Repito, es para asegurar o para garantizar una información? una i n f o r c i ó n 也就是说，他想表达的是对某个消息或者是某个意图进行的一种肯定。那么这种用法呢，会首先给出一个信息，或 o 者 sea, primero dar una información y luego asegurarla。他首先会给出一个信息，然后呢，再对它进行肯定啊。比如说，我们说贝贝是疯丫头，说贝贝是个傻子，是个傻瓜。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再肯定这个信息，我怎么说呢？ 对的，我们可以用，比如说，de lo aseguro，我向你保证，或者是 se lo aseguro 啊，我向您保证。那么这个 s 呢是 our stay，所以我们这里其实就用了 asegurar 这个词。那么因为 asegurar 它本意就是保证、肯定。好，我们接着看第二个例子 b e n d r é m a ñ a n a e n d r mañana，, mañana 说我明天一定会来的。好，接着我们再要对这个信息进行肯定。 那我们可以说，de l a seguro 啊，我向你保证。如果说我向你发誓，这个要怎么讲？发誓用哪个动词呢？摸一，who u r a r j u r a r 那所以我们可以说，de lo j u r a 啊，我向你发誓，我向你保证，de jurar 啊，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一个词而已。那么除了有 a s e g u r a d o u r a r 以外，还有一个词叫真正的本意就是保证这个意思，叫做。 p r o m e t e r p r o m e t e r 它有保证还有许诺的意思。当然，翻译成中文可以说“我向你保证”，那、嗯、或者是“我向你发誓”也是一样的。Dele p r o m e t o 或者 sele p r o m e t o 那么从结构上来说呢，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三个词你用的时候都要中间带一个 lo 啊。这个 lo 呢，指代的是上文所提到的事情，就你上文这句话说的是什么，你下文指的就是这个东西。比如上文说的是贝贝是个傻瓜，那么下文这个 lo 就指的是。 我向你保证，贝贝是个傻瓜。C，、si? 如果上文说的是我明天一定会来，那么下文这个 de lo prometo 或者 de lo hodo，这个 l w 就是本 m a n a n 的这件事情。好，那么除这三个以外呢，还有两个也是可以表示肯定的意思，一个是 d e b e r d a 另一个就是 seguro。那么这两个怎么用呢？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她是你的妹妹，是真的。 我们可以说，ella is t u her m a n a d e v e r d that no ella is t u her m a n a d e v e r d that 那么这里这个 d e v e r d that 意思就是是真的，是确定的。那么 sewuro 呢，它也是这么用的，berhemblu，Irea do glase sewuro 意思就是我会去你的课的，肯定会去。好的，我们来总结一下。 当我们想对某个消息进行肯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五个结构，比如说，de lo seguro，de lo fuerte，de lo p r o m e t o 还可以用 d e v e r d a d 和 seguro，está claro？好的，那么我们接着学第三种表达。Cuando el hablante no se hace responsable de la información，当说话人啊不想对这个信息负责时，会用以下几种结构。 什么叫不想对这个信息负责？也就是说，这个说话人他不想说出他这个信息来源是来自哪里。我们汉语当中也有这样的用法，比如说有人说、有人告诉我、据说等等。那么在西语当中呢，也有一些对应的表达，比如我们就说“据说”这两个字，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对吧？可以说 d i f e r e n t 或者是 c e r d i f i c a t e 啊 d i f e r e n t 或者 c e r d i f i c a t e 这两个短语其实就是非常明显的无人称句的形式，像 differently 就是三复的结构，那 s c i f i c 就是 c 加三单的结构。那我们知道无人称句的结构就是两种，一种是直接用三复的变位，另一种就是用 c 加三单进行变位，对吧？所以这个 differently 和 s c i f i c 就是无人称句，它的意思就是据说或者有人说。好，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 据说他们会留在西班牙生活，啊，我们可以说 d i f f e n t e d i f f e n t e 或者是 se d i f i e e t que，他们会留在西班牙生活。那么留在待在用哪个词啊？我们一边用 q e d a r s e 那 e d a r s e 那我们可以说 d i f f e n t e se quedarán a vivir en España。那么我们知道 d i f f e n t e 可以表达据说的意思，而 s e g 加一个主格。 也可以表达据说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并起来，叫做 s e g u n dicen。s e g u n dicen 它也有据说的意思。举个例：según 子 Seg dicen Laura y Gustavo a n roto Seg。según dicen Laura y Gustavo a n roto。那么这里有一个 a n r o t o a n 我们很明显是 a b e r 它的助动词的变位，对吧？那么 roto 肯定是一个过去分词，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现在完成时的结构，对不对？ 那么，roto 这个词是哪个动词的过去分词呢？某一边，它的动词形式叫做 r o m b e r 那 r o m b e r 的意思是打破、打碎或者是弄破，它还可以指关系破坏了。所以这里应该就指的是关系破坏了，对吧？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据说 Laura 和 Gustavo 闹翻了。那么，谁共 different 有据说的含义？谁共还可以接一个词叫做 bari r。

随公把这飞，我们知道，看样子，对吧？那么这里有个短语叫做 d t h a t a n d 也就是犹豫。那在什么和什么之间犹豫？那么 d t h a t a n d 我们后面可以加名词 d t h a t a n d algo y l o 也可以在 a n d 后面加一个动词短语。那么它只要两个是动词短语进行并列就可以了。还有老师这里举的例子就是一个加动词短语的结构，对吧？那么这句话意思是说，看样子。 他还在犹豫是开始工作还是去读硕士。A f a i e r master，这个 master 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说法。我们以前把硕士都称为 b o s s g r a d o 那我们这个 master 就是英语当中所引进过来的一个外来词。它意思也是硕士呢。A f a i e r master 就读硕士。No a tomado la d e c i s i n No a tomado la decisión。意思是他还没有做决定。Tomar la decisión，做决定，对吧？ 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看样子他还在犹豫是开始工作呢，还是读硕士呢？他还没有做决定。海鸥老师想，这应该是许多大四的同学会犹豫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到底是开始工作呢，还是去读个硕士呢？问一遍，刚刚我们所讲到的都是据说，也就是他们说，对吧？那么海鸥老师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两个我听说是怎么表达的。听说本身就有一个动词叫做 “oir”。 就听见，那么比如说我听说，我们可以把它变成现在完成时，怎么变呢？E oído，对吧？我听说 E oído q tu compañera de dormitorio ha dejado el trabajo。Repito，he oído q tu compañera de dormitorio ha dejado el trabajo。dejar el trabajo，辞职，离职。所以、so, 呢，这里的 he oído q 就是表示我听说。 那么，除了 oir 可以表示听说的意思以外呢，还有一个词叫做 enterarse d enterarse 的。那么这个词呢，用法相对来讲正式那么一点点。那么它也是用现在完成式。比如说，我听说那起事故的证人们明天就到。这句话我们怎么说呢？那我们可以说 me enterado de que me enterado de que 那起事故的证人们明天就到。证人怎么讲呢？ Muy bien, o mío, un testigo. No? Testigo. Soy un he enterado de que mañana llegarán los testigos del accidente. Muy bien, yo a讲, entonces, para resaltar como más importante una información respecto a las anteriores. Repito, para resaltar como más importante una información. respecto a las anteriores。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部分要讲的就是在前面所叙述的信息的基础之上，突出一个相对来说更加重要的信息。这一部分呢，我们主要分为三个小块来讲。在第一个小块当中，我们只讲一个短语，叫做 i n el fondo。en el fondo，fondo 我们都认识，对吧？意思是深处或者内心深处。所以 i n el fondo 它这个短语有好几个意思，比如说。 En t h el fondo 可以做内心里、内心深处，嗯，还有比如说本质上，还有基本上。那么，举你什么意思 t h el fondo i s una buena persona。En t h el fondo i s una buena persona。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对的，这个意思应该是说，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个好人。 这种话的话，其实我们在汉语当中也经常听到。比如说，你前面开始吐槽了某个人，他各种毛病啊，各种坏习惯啊，或者各种缺点啊等等，然后最后会补上一句：“当然了，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个好人，对吧？”所以这样的结构我们在西语当中也有，西语就叫做 En el fondo es o n a buena persona，或者也可以说 En el fondo es buena persona，就把这个物拿去掉。那么第二小块我们要讲的，就表达事实是怎么样的。 那这有两个短语，一个是 lo cierto es que，或者是 la verdad es que。那么，lo cierto es que 和 la verdad es que，其实在意义上没有很大差别，意思都是事实、si, 上或者事实是。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呢，可以交替着来使用。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lo cierto es que van a despedir a varias personas。repito，lo cierto es que van a despedir a varias personas。意思是说，事、si, 实上。 他们会自罪几个人?我们再举个例子. La, es que no la verdad es que no tenía ganas de pelear, pero él me provocaba sin cesar. Repito. La verdad es que no tenía ganas de pelear, pero él me provocaba sin cesar. Número la verdad es que No tenía ganas de pelear. Tener ganas de, nos 想怎么样，相当于给了对不对 b i l 打架或者是吵架。那么这里用了个 no tenia ganaste biliar，用了一个过去完，意思是说，事实上我当时并不想打架。bello el mebro v o gaba sin f e s a r 但是他一直不停的挑衅我。这里有一个 sin f e s a r f e s a r 意思是停止对吧？所以 sin f e s a r 是不停的，相当于 sin balar。但是大家要记住。 它不等同于 sin the h a r 因为 the h a r 它是一个及物动词，它一般后面要加宾语的，所以不可能说 sin the h a r 而唯独 f a s a r 和 balar 这两个词，它是可以做不及物动词来使用，所以他们可以直接使用为 sin faisar 或 sin balar。那么整句话的意思就是：事实上，我当时并不想打架，但是他一直不停的挑衅我，最后一般的结局都是，于是我没忍住，就把他揍了一顿。 好的，这是第二小块。那么第三小块呢？它就是对上文所叙述的信息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总结。那么总结，我们知道有一个短语叫做 “en fin”，对吧？“en fin” 就是总而言之，总之。Por e j m p l o en fin no c o n s e g u m o s n i g u n a r e s p o e s t a tras a b e r esperado t o t h el i a Repito, en fin no c o n s e g u m o s n i g u n a r e s p o e s t a tras a b e r esperado t o t h el i a 意思是。 总之，我们等了一整天也没得到任何回复。那么还有一个短语也是用 fin 来构成的，叫做 a fin de cuentas，意思是“归根结底”。Por e j l o a fin de cuentas，diga lo que diga，nadie se lo va a creer。Repito，a fin de cuentas，diga lo que diga，nadie se lo va a creer。那么这 a 有一个 d i g a lo que diga，这个结构可以说是一个固定说法，意思是。 无论他说什么，或者无论他怎么说，nadie se lo va creer，都没有人会相信的，没有人会相信他的。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短语呢，就叫做 de todos modos，或者是 de todas maneras，这两个短语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表示不管怎么说，无论怎么样。Por ejemplo，de todos modos he tratado de convencerlos，pero sin resultado. Repito，de todos modos。 He t r a d a d o de convencerlos, pero s i resultado。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管怎么说，或不管怎么样，He t r a d a d o de convencerlos。这里有一个 t r a d a d o de，这个我们讲过对吧？和 i n d e n t a r 是一样的意思，表示的是尽力。He tratado de 就是我尽了力，对吧 c o m a e n f e r l o s c o m a e n f e r 意思是说服或者使人家信服。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尽了力去说服他们。 背着行李走到了，但是仍然没有什么结果。摸一遍，那么海老师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最后讲的一个板块是指在前面所叙述的信息的基础上，突出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对吧？那我们选择哪个短语和我们想要突出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记住这些短语什么意思，如何使用。 其次呢，我们再根据我们所想要突出的信息选择对应的短语。l t s t a r t 来咯让我们来做个小练习吧。<noise> 好的，那么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啦。Hasta la próxima clase. i a o sospechaste la metáfora y lo que puede lograr